小天得点神器，当当当，九阴白骨草，得此物者必可称霸整蛊界。今天我们就用它来整蛊架子姐姐，走。玩具哇，贱人就是矫情，所以呢它还是糖果，而且五颜色的超级的少女心啊，我觉得它还特别像口红，看到了吗？我先尝一个黄色的。老家里这个牙口不行啊，这咬不动，超级的硬，就是普通水果糖的味道。今天我给大家表演一个一口四个糖，今天我要给大家表演一个三口一抽筋。是，我想念的。